快点啦！你叫他 tomato sauce 才比较好。对啊。Tomato sauce，我寿司定吧在那里，，tomato。US 哦，Tomato，又是 US 啊！然后每次开起来都 US 算了。哎呦，哇！好，哦关麦。呦！好，我们究竟能不能跑完呢？跑完什么？哦，嗨，夏西。哎、啊，这是哪里？我坐错位置了，反正。等一下，番茄啊，他没事，我可以边玩边抓。他在玩，他在红鬼的电脑玩魔力宝贝。对啊，好坏哦，他。我又不是香蕉。我觉得你可以把魔力宝贝的，如果你在玩的话，把视窗有没有截出来，放在那个看那个点阵跟投那个冰球的那个电脑上。你干嘛、no. 抓鬼？哎、欸，对，那我下次就这样子，在抓鬼的画面里面玩魔力宝贝。你说塞在那个里面呢、哦？就是对啊，就截一个正方形画面，塞在那个电脑荧幕里面。就是我在玩魔力宝贝。什么点这什么灵球的，不关我的事。对。我妈痛，你怎么一直遇到怪？我脚臭。可是他刚刚跟我在一起就没有遇到怪，你是不是不喜欢我？我心碎了，这是今天的第三次。嗯。哇，三次了、欸。过分。对啊，今天他在台伤了我两次。在台。超过分的他超过分的。我姐伤了你一次，不是吗？对，没错。姐姐，你为什么要对我？姐姐，我快笑死了。姐姐，姐姐，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我会卡在连接中啊？连接太久了吧？那就死定问题了。哦，死定好烂哦！真的。那这样我就玩铁达利亚喽。搞不好也一样哦。哦，然后是死定都一样。这样我打肉咯，那请我抽狗狗肉吗？打肉咯。US 是吗？亚南。哎，你没有收到我按滑鼠的声音吗？为什么 game does not exit? I can't get in.在哪？哎呦！爆炸！睡醒了，睡醒。各位早安。那个声音就知道是刚睡醒的声音哦。扯哎、欸，直接睡过头哎、欸！我睡过头，我没有设什么啊，跟我说今天要开台，这叫过头吗？我搞不好晚班跟大夜啊，你会说我睡过头？他确实是晚班跟大夜，可是你有上早班呢、欸啊，今天。对啊。我想说你今天上早班，好啦，你翘班。我上两段班呢、欸，很累、欸。然后大夜会早班，我早班还要剪片。剪完片上到中午，对不对？那、啊、所以今天是要大夜是不是？不知道你啊，看你啊。可以啊，都不要睡啊。我真到十二点了。对啊，只能我跟你的大夜不行啊。那就不行了。
那啥，那这个也是啊，有你我他的世界。番茄，你说我和他的世界末日吗？对对对。第一章开始过。来，请先把声音关到最小，各位，谢谢。我已经关到你了。哎，游戏声音吗？哎，什么？干嘛？我没关，为什么你在外面可以关吗？可以啊，你按意思就可以关了。现在就可以关。那个黑板下面有个100%，那个可以调啊。啊，我等一下看看。等一下，这游戏你现在就可以关，你现在就可以关了。不行啊，现在在载入游戏中。我没有载过嘛。那载完出来。那你载完，你在载的过程中，请跟旁边这个守卫讲话，谢谢，我们听到了。啊，真的吗？跟旁边这个守卫讲话。这是守卫。我们到那个了。哦，那两魔力有北七哦。那他们多不尊重你！你在开台，他们在讲一些53的哦，好扯哦。有一个讲完了，我不能每个都讲哎。为什么？你要靠近，你要换，你有没有绕进去啊？你是绕进去还是在大门口？你要走进去哎。那你继续跟他讲话。没有，你就解散队伍，叫他继续讲话就也可以啊。哦，叫他继续讲。开电脑咯。好。谢谢。你说你期待我跟他的大半夜抓鬼，可是你要抖内啊！你不抖内，你没有诚意啊！啊啊！对啊，你要有诚意啊！诚意呢？诚意！我会唱大歌哎。A 什么的吗 ？A 什么？就诚意啊，不是陈奕迅，是诚意。有啊，一个精灵盒的那个，对，就是他。有没有？我懂你啊。我上次有在房间，有。我要抽卡了，我要抽卡了，去死吧你们！没有啦，开玩笑的，开玩笑的。我都走进来了，丢地上了，丢地上了，开玩笑的啦。我知道这是海岩最爱看的。你拍骨头了吗？还没三度。我在做节目效果。刚测到三度。你叫到鬼了吧？有可能。你是鬼吧？这边1.5哎！哦，你好扯，你是鬼吧？我说话嘞，无语，说话了，开心吗？他说话我也没办法，不然怎么样叫闭嘴吗？好啊，可以啊，你开麦叫他闭嘴。Shut up！ 好啊。二手3.5。二手？可是二手。厕所哪一间？哪一间厕所？就这间。可是好不稳定哦，厕所是刚三度，现在又18度，还是在走？哇！靠背啊！怎么了？感谢凯莱。是我在听通，我在努力听那个 ENF。有声音哎！这扇门，这扇门，还有这扇门吗？哎、欸，那你拿那个地上 EMF 在路口，去马上去扫。有吼有吼。哎、欸，在这裡。有指纹。对的。对在那间对不对？在这间对不对？对的对的对的，小雨最棒了，你在里面抽卡。Are you here？ 做好了抽卡。Give me a sign。进来分析。Are you here？ 他玩水，我去拍个照好了。Are you here？ 他不理哦，他不理哦，就算了。退心，最好不要理我，最好一辈子都不要理我。你在这吗？我刚睡醒。对，龙哥说法这个。你在这吗？就写字啊、哦？他写字吗？没有，他玩水。你在这吗？哦、就你要离开？我没有啊，我在你旁边走还可以。我要上床。好啊，给你，我把这丢在床上。我要怎么上去？一样用踩的。然后去拿东西喽。在这里吗？给我个信号。你在这里吗？我照片声音出去，你拍一下。有。他回我了，有，他在我后面呢。
光明痕跟什么？没了，指纹。没指纹了，呢？指纹呢？他们怎么那么喜欢在人家后面啊？啊，我也喜欢在后面啊，我也喜欢在后面。可是要看对象啊。哎，可恶！你是喜欢在后面还是在别人的前面？我喜欢这个躺着嘛，不动。我也是。骂死鱼！你说什么呢？我傻呢，害羞啦。太难了，OK。What can I do？太多啊，哎、欸，他给我丢鞋对不子哎、欸，起哦。安招领，哈？招领，为什么？不是啊，他在厕所写字啦，写什么十字？级耶，十级耶。他在厕所写字啊，你看。哎、欸，真的哎、欸，所以真的有写字的声音，刚刚。完了，打完了、欸，好快哦！你好棒哦，指纹、通灵、别喽，笔记、到，招领，是我，你哎、欸，是我，对，可是我们任务都没解啊，他刚丢看一我，下哦，这很难啊，解，要地狱理智，不卡，世界，怎么办？走了，我抽，然后抽，你等下都抽到一你抽，你抽那个很容易就抽到灵异事件呢、啊，可是你不能出那我来去哦。看。叫你字，来杀了这个白痴！我理智是不是归零了、啊？哎、欸，月亮就是零哦，月亮就是零，你可以出来了。下一位，Q tomato，没有啊，你没有哦，你有归零，对对对对对。哎呦，小鱼，抽了就出来，抽了就出来就好了。抽一张出来，抽一张出来，不会死的、啊。我那天也玩得很开心，你记得吗？太记得我他估计是不想记得了。抽一张，然后马上出来。对对对对对。高塔。月亮吗？不是 devil 恶魔。哦，没事没事，再进去再进去。高塔。哎，一高塔。你都叫一等哥。其实我们都是叫他一等。高塔。哦，你可以叫他一等。你好塔哦。恶魔。嗯。高塔。听起来很高呢。好多塔哦。塔哎、欸。你是卖塔位的、啊。我看到一个掉掉的人呢、欸。掉人啊，那就是必死的。你还好你出来了，那是直接让你死的。好吧。没有啊，现在是很高。还有什么可以玩？那我没办法，我尽力了。哦，不然就 Joker 跟繁星进去扣一次就好了。刚谁吃醒脑丸？我的天，我抓到证据了。我，好吧。我们平均还没解完你就吃。我忘记有这个任务。反正我现在领了嘛，还在那边说。我现在领了嘛。这样本来零的是我，因为我牌可以抽。你看，你都零了，我心碎了第三次，第四次。哎、欸，那个、那个小房间，我在那个橱窗里面，衣架里面，门口右边衣架。去看我有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躲。你可以起来啊，关门呢、欸。你想跟我？哦，好吧。不是啊，好啊，走。一灯不是苹果吗、欸？我在这里。哎、欸，对对对，关门。啊，记得手电筒可以画或怎样，就是手上不要拿三 C 产品。哎、欸，你没关。我只拿啊。没关到。啊，要扣一声。哦，你看我拿手。我知道啊。棒棒，你可以玩给我看，要对我用。哎、欸，你是？是有点奇怪了、欸。嗯。你是蓝眼睛呢、欸？对啊，这样，你有喉结，你是女的吗？我看到你的鼻孔呢，鼻孔深处。我鼻孔没毛哎，你鼻孔好白哦。我你在做大实验？聪明北欧神话的黄金手柄的，对啊，我以前蛮喜欢看北欧神话的。
那我这边用 Switch 开光遇啊？没有啊。哎、欸，那我怎么一直听到光遇的声音？我用手机开光遇啊。哦，难怪。哎、欸，二十五的也不说一下，好扯哦，他们。哦，刚刚没有二十五啊，我刚一直看呢、欸。走了，走了，走了，就只有你走前面。就只有你走前面，太幕了，白痴哦、喔！走吧，走吧。哎、欸，我竟然做梦梦到是十字架，然后塞进诅咒之物里面。哇！请问是塞进哪个诅咒之物？就诅咒巫毒娃娃，不恐怖。然后说什么有一只鬼是害怕这样子可以抵挡三次伤害还是什么？记得圈起来哦。天哪！好了，Joker，我们来继续我们的转职。你有没有拿到通哇推荐？快点，我们才结束、啊。三个都拿了吗？拿了。好的，等一下是吗？对，战斧。等一下，我这个有拿吗？等一下没拿就再跑一次而已啊。啊，还好啦，还可以升级。好麻烦哦。哪会？更麻烦的还在后面。对，还有更麻烦、哦。我有了，我有推荐信的。忍者，我们在。哈德利。忍者就职也要一小时起跳、哦。什么？我不做，我不要做忍者了。什么？我也不要玩了。我不做忍者。什么？那我放弃。啊！以后只要讲说不是人家很麻烦哦。啊，好，那我不要了。哎、欸，番茄不穿女仆装会很麻烦哦。那我不要了。那你要穿的是不是？那你要穿呢、欸？不穿女仆装会很麻烦、哦。我画师到了，我画师到了，我好棒。不穿女仆装会很麻烦，所以什么意思？穿女仆装不会很麻烦。哇，你好会掉、喔，小吊手哎、欸，耶、yeah! ！小吊手、欸，你好强、喔，小吊手。哎、欸，怎么了？烂人，烂人。啊，我拿什么？拿我啊！你要把我捧在手心上。手心的蔷薇。哎、欸，看我没人理我，开店长。我才刚进来。快点呐、啊！好黑哦。哎、欸，店长不在这吗？这另外一边是不是？地下室不是吗？那开了。哦，捅眉头。哎，铁龟不能躲啊，垃圾。有那个我们那个之前躲的厕所都可以，有小有小那个小柜子、小箱子。哎、欸，为什么我车库一直零点、欸？可以问他你去哪了？可以问他你去哪？快快快快快！你东西先丢出来。是不是一次扣超多吗？他说40%，只要问一次懂英文的看就好了。你看都不能。连锁键塞好塞满。连锁键，你是不行啊？那九九点啊！好，来，点左键是吗？对啊。你在哪里？我有地下室吧 ，B A。地下室，地下室。我好强哦、喔！啊，是吗？说再见，你还没看完。啊！你差点要杀了我们呢、欸！房间里面，所以是什么？地下室房间？没有没有，房间房间，再见。哦、房间，那就楼上楼。他不回我，再见。等一下，等一下，我等一下，等一下。再见，再见。啊，走走走走走。干垃圾。干垃圾。好诶。Bathroom。是 bathroom 吗？还是 basement？ Bathroom， 它后面是 R O O M。有那么多房间吗？不是只有一间吗？哦，还有楼上。楼上哦。我至少不是厕所。刚测到三度。那就那间了吧。手心的蔷薇。哎，对，你要去看你的理智哦。我在看40，40，40。宝贝，回来吃药。哇。看了，你前面。然后，哦，他玩门吗？哎，三字。那我刚在那边测到三度的。最后你在哪？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地上那瓶药给我吃了。他嫌我低能啦，我要怎么办？不然呢？
灌药哎、欸，天哪、啊，我不知道哪一间啊，我回去拿东西而已。啊，完门，你旁边。完门，我来了。对他玩厕所。玩厕所很会玩的、欸哦啊，对对对对对，忘记拍东林版的移动啊，算了，没差了。大家可以吃完之后再拍啊。问几岁就好了。厕所饿哎、欸，不是 bathroom 吗？啊，不对啊，他会在附近啊，他只是。等一下，我以为 bathroom 是厕所吧？是浴室。bathroom 吗？浴室啊。那我刚刚说什么？我说房间是不是？对啊。白痴啊 ！room 吗？是 room 吗？是厕所啦，厕所啦，滋润的润，润，啊，滋润呢？所以在哪里？这间二楼厕所。你在这里吗？你几岁？指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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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后面 ，Win 玉。我没有。你在这里吗？看起来像是有那个的人吗？再见。好像没有。你在这里吗？他十五岁，他十五岁。哎、欸，拍番茄地上。拍番茄。他在赚钱。我没相片了。我有，我来。好，地板上。你欠我太多了吧？等一下你是不是多拍一张？我拍五张啊！啊，要脏水，可恶可恶，再拿一张。哎，拍完了，拍满了，不要再拍了，满了满了。我怎么知道他拍了哪些啊？哎、欸，全都三星哎，很棒哎。哎、欸，还没丢支架哦，我真。你怎样？哦、你怎样？支架是谁该丢的？我不要进去了。好诶、欸。58%，就过一步回来吃药，我就不进去。才刚要装任务感，好，运动感测器，等一下。任务感测器。没有，我吃了，我吃了，提高平均值了。他好扯哦。他不爱智障、哎。你看清他了没？他不爱智障。哎，普通人也不爱啊。你这屁孩你要吗？我要看你，没有啊，长得正的屁孩谁不要？你是说我三岁这样吗？对、欸、嘿。哎、欸，好黑哦！我忘记。我帮你，我帮你找灯，我帮你找灯。不用不用，跟我下去了，哈哈哈。好打哟！哈哈，操！好打哟！不，外面在打雷啦，太大了。没事啦，哈哈。Give me a sign。哎，运动感测器结了，我们结果我们什么任务都没找到。哦，要来指纹啊，又指纹啊，指纹啊，我忘记了啦。是灵球吗？还是我看错？有什么？好像剩下的都可以在车上看着，除了纸、除了笔记以外。你笔记，你几笔？笔记就有灵球。有笔记是不是可以在旁边放那个？哎呦，对，放那叫什么？可以啊，放摄影机，放摄影机。你就放对啊，可是你要放地上那个摄影机架在那个，你那个笔记本要斜着放哦、喔。啊？没有啦。我怎么放？没有，你要我去加一个摄影机上去。架一个在。那就架在他面前、啊。架一个在地上的、啊。对啊。還在今天有谁抓鬼？老样子，老样子。对，三个妹子。耶耶！他好兴奋哦！我以为我吃药了。那是找到了吧？可以啦，不要再当我是敌人。那我就这样子。哎、欸，你哎、欸，小鱼，你看另外一个那个监视器视角，可以吗？要被骂低能了吗？看不到。我靠！你这跨天堂，跨天堂了！你竟然看不到，我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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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到天堂，我看到天堂，好不好？开心哦！看到找东西给他垫了，是不是？有啦，他只是失真的，地上那是一本书。那你看得到他写字吗？那可以啊，对不对？你不要，你不要这看，你不要，你换回去，你换回去，不用夜光模式看就看得到了。这样可以，再一个这个，有没有？地上其实是一本书，靠腰，它没有写，你有什么油？你会看到天堂是因为荧光棒啦。哦，等一下，
不是有指纹跟灵球吗？对啊，对啊。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放笔记啊？啊，人家讲的啊，不知道你提的啊。你说笔记是不是可以放拿来照？是你提的哎、欸，葛柔姐姐。对对对，我提的我提。姐，不要再看天堂了啦。你呀、啊。寒魔幻药，通灵盒也没有。好，点电符。刚四级啊，也没寒温啊。通灵盒我还没吃。就可能吃个药吧，我再上去看一下。我吃了啊，还吃。你现在最低耶，你再刻一个。哪有？哪有？我64，你眼吧。哇塞！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头没头？你怎么了？你不咖啡厅会不会算错数啊？你会算别人多一点、啊？他不用算钱就好了，他是不用算钱的。好吧，那你当女仆。不要。哎、欸，我有点痛嘞！哎、啊，对对。这样带什么进去 ？ENF 不是吗？我地上有扔啊。我还没试那个。通灵盒没有啦，你怎么那么有啦？通灵盒没有啦。你进去要干嘛啦？我觉得你不玩的啦！哇，番茄眼睛怎么了？啊，你耳朵怎么了？还有谁？就靠你的脑子怎么了？你们今天三个怎么了？我要吃新的、啊！还我队友！等一下，你在这里吗？魔力啊！玩个魔力宝贝怎么变这样子？怎么会变这样子？你在这里吗？有什么女妖跟幻妖？给我的信号。欸，如果是女妖的话，你看看要不要收集她的声音，她会叫哦。你的收音机在地上啊。我说你啦，你不是很爱拿？我吗？对啊，在地上啊，我拿圣木欸。女妖是什么证据？指纹点阵欸，点阵也没有啊。寒魔可以取掉了吧？幻妖跟女妖没有凉凉啊，对啊，就先不要凉凉。幻妖互动很少留下痕迹，那算留下痕迹啊？我觉得这个脚印跟指纹都有。对啊，女妖吧，所以看好靠小鱼了。没有，我想哦，那走吧。你妹子，狗喽妹子，我在你前面，没看到哎、欸嗯。我知道，我要从后面来了。来，不行，九口不九口，番茄在前面，他挡住了。番茄哈，你是不是想被夹在中间？我手上有大声功哦，你要塞进去是不是？好过分！可是我还没看到哎、欸，你慢慢看，你慢慢看啊。不换鬼房，灵球不见。对。对啊。哇，我们是不是玩太开心了，就变这样？就你们啊。哇，梁静茹给你满满的勇气啊 ！EF 刚最高到4，你在问他在哪里的话，扣40哦。你理智够这样扣吗，啊、孩子？他够哎，他够，但平均值会降啊。对啊，你到时候一扣，我们就猎杀了，宝贝。我觉得换了，他去玩了啦。他不怕啊。那么，我，番茄怎么不说话、啊？他不我哎、欸，没有啊。你就知道，那你就不要玩了，你不要玩了。你就知道昨天你在跟我抢再见，不知道抢啥小的，你知道吗？可是我奶在手上好像可以耶、欸。然后手上你看得到上面有什么？哎，他中了，叫了 ，Goodbye， 在这里讲啊，没有，那个他还没跑，互动都是二级啊，他在换了是不是？他在厨房，他在厨房，好，我要换边了，那个，等一下、哦，我拿在手上的话就可以用，可是我放在地上就不能。我先拿十字架下去哦，好，啊，点阵那些你们帮忙拿，厨房哦。可是厨房不一定是鬼房哎、欸，只是他看的鬼。Give me a sign。喂，有通灵盒吧？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你鬼刚那通灵盒，等一下，哦、你小鱼了吼、喔。哎、欸，那可爱啊，怎么了？
哦，所以说我可爱了，谢谢。没有，可恶。好啊，你可爱，你可爱，你最可爱了，你好可爱哦。第五十了，第五十了。被杀了隔壁的可爱吗？可以。我不在你隔，我不在那个隔壁。Hello。三级而已、啊。我在说他。你做三啊。我是无敌的无敌的小可爱。关灯。谢谢。哇，叫了。四对不对？四而已对不对？三，我这边是三。哦、你这边都是三哦，有海吗？哇！连杀！干！等一下，我死了。确定？确诊了。我听到，我听到的声音了。我好险，我先走出来。他从楼梯口走下来。哎，哎，从楼梯走下来，你们给我从楼上走下来。不是，我去拿东西啊。哎、欸，怎么了？我随手关门。从哪里走出来？我那个他通灵盒位置是问他人在哪里吧，不是问鬼房在哪吧？对啊。对啊，所以。他可能刚好移动到这边，然后移动到鬼房去了。你说他要走回去是吗？对啊。换腰捏骨筋。你看，你说更不容易留下脚印，可是对不对？还是有留啊。对啊，为了纪念可爱女护照队员。对。你会让植物变可爱的魔法，比如番茄。把我变可爱，那叫酱番茄酱。对，番茄酱。Tomato sauce。揍死吧 ，Tomato！ 要他们，先看他们一直考我英文。啊？对啊。哎、欸，啊，如果楚王等级变高，去改一定会变一等，对不对？变黄金楚王的话，可是像现在也找不到黄金楚王的合成材料了。他们不是说有卖吗？还是没有了？很久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好吧，那就算了。换腰，你直接买成品還比较快。成品，哎、欸，我是换腰吗？换腰啊！我又领的、哦，全部都领。有升级吗？还是你有没有？应该有吧，我不知道。等一下，我看一下我的钱。好，下一场继续。什么？我叫赌徒，我来赌他下一场会不会好。龙鳞板，你在哪就是鬼队啊，那没错啊。哎、欸，小鱼，刚有按呢、啊？为什么？没有啊，因为刚刚还没选地图，你按太快了，跟缺魂一样啊。哇，好了好了。好啦，洗脚加番茄酱是什么鬼东西啦？就那个啊，真的有人这样吃呢、啊？米菲就这样吃啊？假的？对啊，其实番茄酱很万搭哎、欸。嘿，炒饭也可以沾啊。对木，那我知道。团队哦，多拉丽也是队友，一个吹蜡烛。吹啊！再进去左手边，我拿大成功是不是？哦，没有啊，是我拿的。太轻松改掉，早该改了，不然以前哪是抓鬼啊，就在猜鬼而已，无聊死。我手上拿着电视机，假装遥控器，假装是 N F， 可以对不对？不行啊，不行啊，会叫吗？我可以随时按右键啊，按右键就屏幕会，很吵。你开了吗？我很快乐。哦，哎，我找到了这间。这么快哦？凉凉，对他还在那边说话，他坐在电脑桌。哦，所以电脑是他开的，是不是？哦，要走哦。有哎、欸，他刚在这哎、欸，有吗？凉凉哦，还是持哎、欸、对哎、欸，我抽烟了。
那你在这里吗？像鸡一样丢地上喽。你在这里吗？给我个信号。开电脑。他到底我喜欢电脑。先生。不用。哎，先生他就不理我，给你。先生。哎、欸，骨头在沙发上，你看，这很远哦。你在点火吗？没有，他在玩。Yes. 我在玩通，不是啦，我以为在点火呢。点的我不玩了，叫你玩通灵盒，你给我出去！哇，吵架了，点到啦。哦，第一次听到他们吵架、欸，他们其实蛮常吵架。吵架 ，Show yourself， 进来。Are you here？ 我来喽。Where are you？Where are you 啊？妈的烂！Where are you 啊？你是那个吗？哎、欸，吹了吗？吹了吧。怎么在呢？吹了，吹了，很吹了，吹。怎么那么多台 EF 啊？啊就测它而已啊，怎么？不是啊，我想说，我怎么拿了一台又有一台？这是遥控器，我要把遥控器拿进去喽。那遥控器明明就在车上，想骗我？诅咒之物不是诅咒娃娃？诅咒之物我还没拍、欸，不是诅咒娃娃，它应该是别的东西了。魔法阵呢？我没拍，听不？我没拍。为什么我去找好了？他是听不懂我讲话。魔法阵，只要拍，要不然又是恶性照片。他不是听不懂，他只是不想听吧？没有啦，那时候穿女服装。嗯，你刚说什么？他不想听，他真的不想听。不好意思，我的耳朵好像对于两个字会有点敏感，所以他会自动屏蔽。所以我们说两个字，你都过滤掉吗？哦，番茄女装啊，茄女，那我们叫你茄女，茄女，腐女。这些基本招式对你们都没有用啊！我没有带那个紫光。我们行走多年了，你把我们当什么 ？Oh my god！ 没有哎、欸，他是不是写字了？等一下，你帮我进去看他是不是写字的。没有啊，没有吗？我怎么看到里面那个乌漆嘛黑的？那个是光影。好吧。哇！灵异事件，有掌印，会飞。多拍一点，闪灯哦！你看这个脚印会飞啊，不见了。你说怎样？地下室吗？我去拍喽。写字了，番茄照相机，没有照相机，照相机有没有在地板？又踩相机，没有相机，忘记带了。我拍完了，我拍过了，拍过了。没有，又写又拍，不是又写，又写又拍，又写。又踩了，我们会不会直接拍完啊？没有了、欸，脚不见了。对啊，会拍完。哎、欸，相机给我。还你。可是你有两张是 fail 的、欸。我 fail。对啊。我就说我拍了，先小姐。没有玩过托尼吗 ？Give me a sign。哎、欸，为什么我的笔记变主机了 ？Where are you？ How old are you？ Give me a sign。没有通灵盒，不要再试了。拜拜。为什么我的笔记变脚机？不，也变主机、哦。你看召唤阵啊，为什么你会拍到两星？我看你哦，我看你照片不准。我看你的那个，啊、你去看我台啊，看我站的位置、啊。哦、我要看呢、啊。我来拍这个傻子好了，拍一下。为什么有时候都看你原地大步？哦，因为我边走边开我的那个笔记本，它就原地走路了。你也会啊？好，哦，那我要吵死你。笔记，恒温。对啊，我跟你的拍法一样啊。还有啥？笔记恒温还有什么？笔记跟恒温啊，我们量。啊、哦。要进去照别的了，我可以把魔力先关掉吗？对啊，你先关，明天带你去传资就好了。
所以我现在拿到东西就好吗？对，先拿到东西就好。那我可以先关了哈。但有一直在喊恶魔啊，救命哦！应该不会啦，我刚也到了。哎、欸，我找吗？没有哎、欸。他完门。恶魔大人是您吗？恶魔大人。恶魔大人是我啊！恶魔大人，没有哎、欸，感觉不是恶魔哎、欸。啊，先找逃脱路线。车房吧，车房那边有那个小箱子。10091F， 哎呦，这里啊，那个你曾经死过的地方。对，它现在有隔板，可是我觉得你躲洗衣房才会比较快。哦，我觉得这边比较好、欸。什么？其实我们可以考虑点魔法阵，把那两个任务解掉。你考虑一下，那是诅咒猎杀哦。可是这样最快解除、最快解掉的两个任务、啊。你说每日哦？不是啦，那个今天这一场的啦，哦、那个猎杀时使用圣木跟逃脱猎杀。为什么我看到血飘进来啊？有什么毛病？没毛病啊，头皮屑嘛。哎、欸，我没吐烟了哎、欸。换房了吗？哦，不屑。你们有温度计吗？你们有温度计吗？这里。吐烟了。有。抱歉了嘛。没事啊。喝多一差点就睡过站了，下次我叫你。你要跟我说啊，我叫你学屁啊。你可以不要把门打开吗？这样我什么都看不到。你舍不得看哦、喔，那你看这个小熊娃娃。关门。看我。没有指纹，不是恶魔。没有力啊！对，感觉是。哎、欸，挡一次喽，十字架。哎、欸，关灯。电闸。电闸在车库。好，我去看。去地下室。回一下地下室。哎呦！干嘛？没有，我说挡一次喽。我知道。我以为你有看到灵球吗？有，我在大喊了，就是没有，都没有。他想要独吞有没有？就恶魔跟暗影的 bird。我觉得我就是 EF 了啦。我也觉得是 EF。指纹照老半天也没东西啊。哎、欸，就修鬼。窗、欸、户有没有照过？照过啦，我很不照，我连你都照了、欸。哦、我的脸上有指纹吗？没有。有个巴掌印，对，有红色的指纹。那我觉得是 EF， 可是我想去玩一下魔法阵。好啊，你来得及吗？啊，反正你就那个嘛，你就拿打火机只是切那个而已，不要按到 F， 按到 Q 哦。G 吧。我先吃罐药。你吃药有用吗？有用，反正都会诅咒猎杀嘛。啊，所以你吃有用吗？所以才说你吃了有用吗？没有，我只是预防万一我还没走过去，他就想猎杀我。哦，那很好啊。而且他会扣你字。哎、欸，小心！不要玩电视。这个位置照得到你，你靠过去。我刚刚在这边玩他，你刚刚在那在闪。哎、欸，猎杀了，他关电闸。没有，我关的。好。干，我玩不了电视了，你这废物！他好坏哦，他不让玩电视哎。你应该带头戴式摄影机进去，让我们看画面。可是小鱼没有添加啊。哦，那好，没关系。被闪了哎！哔哔哔哔哔哔，关门了。哇，多猎杀！哎、欸，好嗨！真的关门了。结果回来，回来，结果好嗨！回车上，回车上。
好，来来来，我一会车站，我们来看。不是不是不是，你看这个荧幕，哇！哇哦，什么？好开心哦！单荧为什幕么就会这该死，样？单荧幕啊，他诅咒猎杀了。这一幕怎么了？里面为的荧什幕么他好会暗。知道我躲在后面？死了。低等哥，死了死了死，走了为走什了么走死了走了？了，怎么怎么怎么？暗影暗影暗影，走了他走了把那走个了。白痴给杀了，为什么会知道杀了那我个躲在白后痴。面？白痴那、啊、哦，白痴你还是亡魂？哦，暗影啊！没有亡魂呢、啊？哎，我亡们魂解呢？除了你。为什么会有亡魂？有，不是啊，亡魂是那个啊，那灵球啊，我因为不是说没看到灵球吗？就所以怕就是是看不 EF 到啊。啊，怕是看不到而已啊。我们放那么多台看不到，那你们再多看一下。不要猎杀了，时我点们了，去生接物番区茄剩啦。鬼了，番茄。好，我们就接番茄，我要关门喽。来，番刚茄，没抽到吗？去关了接，选那个好了番没？茄，选好了。去接女仆啦。我没有，我点了圣木了，我有驱散了。哎，那个诅有咒猎杀趣。不算，不是吗？我没啊，好我不死知哦。道哎，有人回答吗？不然他下次恶又魔，存一次。这是恶魔，哦，哎，居然是恶魔！没有指纹呢？为什么传不到？阿宇，我看不到你，我都是樱桃。天哪，为什么你们照那么久都没照到？他真的是恶魔吗？是假的恶魔吧？打眼，我那么信仰他，照不到，对啊，不算啊，诅咒猎杀那个不算。好，下次提醒我，谢谢。没事，你要真的要愿意听哎，你要愿意听我啊，白痴哦，为什么黛玉的位置变樱桃？啊，我在买那个。我来不及了，我按了。怎那么我要去差？拿饮料了。你还没拿好？黛玉救我！克洛伊特说他在海胆。克洛没伊，事，我们在路上了。我们大概克洛伊，，Hello，E，叫的好又恶拿你心包哦，包干嘛？恶男，Yui，好恶恶男，干嘛？怎么了？对哦，尔男有什么偏见？没有对恶我男还说，可以当对个你智有障偏的见，尔男哦。你现在就在当了不是吗？嗯，对啊，怎样？嘻嘻嘻。嘿嘿嘿，这胃还口胃口在很大哦，我要来玩卡罗牌喽，卡罗牌哦，抽！哎那你真错了，呦，抽了啊，怎么不抽？玩一下，真的出事我会叫你啊！哎、欸，不番是茄我番茄家，番茄这样子，笑死哦，你吓到了我，我以为真的出事了。哦，哦，没事啦。不会那么白目，发现这里有一个哎、欸，有一个什么骨头？哪还里？有我们呀？你在哪里啊？你们不要每在次看。讲这里，这里是哪里？哦哦哦！你上次就是在这边遇到鬼，你知道吗？不知道啊，我有什么办法？他那么爱我，哦，他还看电视，他还开电视给你看。妈，他自我躲在这边会无聊啊。Joko 啊！要不拿饮料？我挂机了。这件是你开的我没吗？开，我没骨开。头，骨头。最近也可能啊，低度。刚刚那边最低，最低温5度。干嘛？在哪里？耍我？不是啊，这个门刚刚要关不关的，我以为是互动，拍有下风去，啦、啊！没有，就是那种那个门已经没有忧伤太多，还是怎样的？刚刚那个位置，那个我们上上一场也要玩这里的那个位置，厕厕所？所，对，-0.8，厕所的对面的房间，哦，同一个位置哦。差不多-0.4，我说有这吃里过哦。韩文。你说这吗？还是厕所？嗯，没有那边这边哦，测到的，哦，小鱼，摆在正，哪里？摆正，摆正，我帮你开灯。这个吗？
要飞来了。你好像嘴巴咬着我们找到鬼房了，你帮我把东西布置一下。我在拿摄影机了，谢谢你哦。为什么楼梯会没有灯啊？奇妙。妈。我放个一。哪里啊？上去右转，上去右转。我要放个 EMF 在走廊那边，对吧？好，我放个点阵在走廊那边，不然好黑。啊，那我拿，呀、yeah, ，拿烟巴吧，还是我拿烟巴、嗯？我拿了，我拿了，就拿个通灵盒好了。你可以再拿个我。你已经在我身上了。太多了，太多了。好了，这样就亮亮了。超亮、欸、超亮，还是我们架那个运动感测器吗？对，可是闪一下就没了呢，你想一下呢。好哦，哦也可能呢，因为上一场他不是说怕死架，那我怕死架，对啊、哦，所以这样他才没进入猎杀吗？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是没有没有资金，我、哦、这里你脚你脚下来。把、啊、这个相机废掉了，扔掉。还有什么可以玩？哎、欸，我相机一样丢、哦、了哦，就把你自己玩哦。你可以玩我啊！哦，有点阵。可以玩你哦，来啊，我来了。有点阵。你要厕所还是衣柜？有点阵。有听到？我不是，我不是番茄，听到了，我不是番茄，我有听到，我有听到。有灵球。有点森林球，哎，还有哎，寒温哦，你想一下，有寒温哦，有幽灵，幽灵啊，就不用选啦、啊。啊，对啊。为什么不是寒温跟？因为寒温跟点阵就没有那个逆魂了。哦，逆魂。红包，红包，红包，红包。走了，走了。会附近使用圣木跟见证灵异世界猎杀时点燃圣木，把那个圣木解了吧。好啊，走喽！抽卡，那我们来抽卡好了。哦，我要，我先呐、啊。你可是复写在里面呢、欸。我没关系啊，我好像可以找到他了。他刚好可以解逃破猎杀。好你妈，好，解完了吧？圣木，我看一下，解完了。对啊。我在玩投影机。你要不要出来？你要不要抽？你敢不敢抽？你抽。高塔。对啊。月亮关门了。想骗我？你这样好可怕、哦。高塔。太阳，月亮。他说他是要点燃圣木，也不是逃脱猎杀。高塔，哎、欸，我好多高塔哦！你这今天怎么都高塔？这是卖塔的。太阳月亮。哎、欸，啾啾，你过来，来外面。那、嗯、是高塔，也不玩了。来这里，来这里。那换我，给我。哦。给你玩。为什么不给我玩 ？EMF 啊！刚刚我们不是说可以玩它？不对，好远了。那我在这里可以吗？你可以在车上玩，欸、你知道吗？你可以在车上玩，好吗？真的假的？对啊。好。对啊，还是有闪的、啊，有啊，有在闪啊。你抽完了吗，番茄？嗯，抽完了。换你玩，你要玩吗？好屌哦！你看，这就是 ENF 啊，这才是 ENF 好不好？带着，不让他看电视。公平哦。为什么？哎、欸，我平均很低耶、欸，我最低耶、欸，我好棒哦、喔。那下次以后都给你抽，好不好？不好。不要说对你不好，真的对我很不好。嗯嗯嗯。番茄先问问题，你的手机有放在电脑桌吗？没有，我手机丢床上了。好，他叫他去床上了，他会叫那个，给我滚去床上。我买那个，我想要看那个头戴式摄影机。你可以买啊，你们可以买啊。我想要看你们。然后等一下出发的时候上个厕所啊。啊，
还要带头再次摄影机上厕所，哇哦，哇哦，好刺激哦，好刺激哦，哇哦，你们这群变态，哇哦，还有更变态的哦，你不知道而已，哇哦，我们之前都裸聊，你不知道吗？没事，啊、算了，他之前都跟一个人裸聊，那次对方妹子，不用怕，不用担心。没有开视讯，只是没穿衣服聊天而已。正常吧。对啊。那就这样啊。像我都裸着洗澡一样。请问谁服什么？有啊，很多啊，番茄啊。记得戴那个头戴式的。戴啦。是谁？大家戴一个。你也要戴啊？你自己不戴吗？他戴干嘛？健身环、欸。健身环啊，我们一起戴。带带带，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怎样？番茄开店砸了没？地下室，好，我去，我也去，我去，我去，好走。那等下就迷路。哎、欸，啊，八音盒，开个，谢谢。嗯，哎、欸，骨头在地下室，分析。好，一颗头在进去右边。地上，他玩球，他玩球，你在这吗？给我个信号。我要通报一件事，我家鸟超过分的，又咬你脚了，还有什么？没有，没有，他，我刚才上厕所，打开门，两只鸟堵在我的门口，不让我出来。改过去啊！他想要咬我脚，给他咬啊！很痛哎、欸，戴头戴式的那个。啊，是徽音哎、欸，不是一般的玄凤哎、欸，不是薯条哎、欸，是嘴巴很大的那种哎、欸，咬、啊、下去会流血的那种哎、欸。可是你跟他呢感情好，他不会真的咬。对啊，问题就在有跟他感情不好。哦，那难怪啊、哦，难怪他会咬你。直接堵我们口上。这里1.2，哪里是这里？紫色房间，我有说吗？紫色房间是在哪里？二楼吗？这里啊，楼上二楼第一间。我开灯了。我们开的吧。我开的。你为什么要开灯？因为我想要先丢一丢，再用一用，再关灯啊。你应该这样也不行吗？当然不行啊！你装什么可爱？感装可爱对他没有用。你不用装就很可爱，你为什么要装可爱？你说嘛，你告诉我为什么要装？你要勾引哪个男生？你说。凉凉哦。对啊，凉凉啊。好烦哦，最近都凉凉。嗯。我心也凉凉了。看吧，渣女。Are you here? Give me a sign. 对不对 ？Are you here? Give me a sign. Are you here? 他不理我，你进来。Are you here? 问一下有谁？啊，两个扳手，哪一个？即将穿女装的人？没有即将。Are you here? 准。没有准备出道，没有准备出配信了。他不理我。Give me a sign. Where are you? How old are you? 我出去。How old are you? Give me a sign. Give me a sign. Where are you? 他走进来。Where are you? 他刚完成。Where are you? 我切好手机。How old are you?How old are you? Give me a sign. Okay.
你在这里吗？哎，写字，写字，拍到了，拍到了，韩文笔记，凉凉凉凉哦，凉凉哦。我刚刚挺正啊，等一下哦。我刚刚有在你旁边。点正，那、没点正，删掉。灵球 ，EF， 风铃盒没用。拍照，拍照，真是不怕死。任务是什么？文，找指纹。鬼吹起蜡烛。装手电筒。哎呦，撞到门了。啊！我被螃蟹咬了，番柴鱼救我。关门，开这个门，关这个门，乖狗狗，乖狗狗，乖狗狗，关这个门，关门。开了。你拍他干嘛啦？他没有动。哇！哇，好扯哦。你是跟我说这个门吗？没有，我在跟他讲。开这个门 ，Open the door。这语音有用吗？有啊，他会玩啊，他会互动啊。会玩哦。给我个信，就讲给我个信号，它其实就会动了、啊。哇，你给我个信号。你刚才讲我远，他在玩门。没有没有没有，我在跟他说，我想要他做实际上的动作。对他想要物理的。哦，了解。然后结果等下就死在这。好扯哦，番茄。哈？人家在跟鬼聊天，你怎么跑去跟人家理人？哦，我就喜欢当别人小三啊，怎么？哦，那你当到了吗？没有哎、难怪你喜欢当，因为你当不成。没有点阵是不是？没有通灵盒。啊？点阵还在看。不用点阵啊，那拔掉就好。为什么要点阵？没有啊、哦，对啊，没有，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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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要拔掉了，还是要让它亮亮？你看，拔掉就可以了。看你们安全感。有没有机会换房？没有，还是我们装在外面？装什么？换了吗？亮亮。你不是说拿来当手电筒用？对啊，我都习惯这样子的。那我把它拿去外面。它其实也是绿的，有点不太舒服，看久了。至少，还、是。我上床了。你看我在床上。哎呦！我要来了，我要来了。哎、还在这，还在这，亮亮。好，我来了，我来了。帮你们关门。好诶、你们加油。走了，小鱼，不要理他们两个，我们开始吧。又有开门声，我找一下。关门对不对？对。哎、还是没有哎、又没指纹。没有，没有指纹。逃脱的地方。哦，都满的。但这边二级。我因为没看到灵球，对不对？没有。哎 ，EF 啦，坏掉了。他叫什么名字啊？吹蜡烛，他叫做吹蜡烛哦。吹蜡烛，给我个信号。Sharon Gayton。Sharon Gayton。Sharon Gayton。可以杀了厕所里面那个白痴吗？谁、哎、呀？谁在厕所、？Shar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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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个信号 ，Sharon，Sharon，好想吃哦 ，Sharon。好了，这就一天走了啦，不要怀疑了啦。Sharon，吃什么？我想吃寿司哎、干嘛？家人吗？你看，家人炒饭就是什么玉子烧、鲜虾，对不对？你是多少？不，全部为零啦！真的假的？本人是为零。他讲的话可以信，番茄都穿女装了。对啊。有话说他普通程度很皮呢、欸。你很皮哦。你很平哦，穿穿看啊。穿穿看就是大拉没关系的。我放弃沟通。放弃了、哦？那你要穿了吗？
吓人。的 EF 修修鬼，可是我们离开了还是零哎。哦，也是啦，平均值那么高。嗯、番茄进去了吗？没有啊，那个、他在这啊。他踩那个运动感测器。对啊，怎么了？他是零啊。对他一个人在动啊，你看上面有声音。没有，因为可是我们出来很久了。动了，动了，动了，动了。好啦，那就还是恶魔吗？番茄闯进去了，五级，五级，五级。哇！暗影。对。嗯，不是耶，难怪他玩门没有那个。对啊，难怪我们可以在里面待那么久，没来打扰，还可以让我们在床上玩。哇，不，他只接受两门能力，不接受三门。他害羞、啊。难怪不让我当他的小三。哎、欸，我的手机。他说不定想 play one 啊。我手电筒呢？手电没关系啦。你在手电啊？没关系啦，我给你，我给你。你手电筒想放哪？关门喽！看你走路胯下会发光吗？你很烦哎、欸！好死！手电筒，我箭筒就算，你是手箭呢、欸？现在不能吗？恋杀时间为零，鬼魂时间为零。对啊，啊，都没动静啊！为什么这时间还没到啊？为什么这地图那么大、啊？现在十一点半了吧？还没半呢、啊，现在二十三分而已耶。这两层楼的那一间呢、啊？不是三层楼的、啊。管你的！你只怕小木屋是吧？那你要不要穿女装？它也只是衣服而已啊。不要。逻辑之鬼，对呀，很扯你，什么说还说我扯，受不了你。走吧走吧，女生真的不喜欢听到人家说男生说喝多喝热水啊。这手电筒不见了，我的哦扫出来了。你要从小鱼的裤子里面拿出来啊。手电筒还在上面啊！你看我，为什么？那这个手电筒是谁的？哇，bug 了！有五个手电筒是不是？谁拿手电筒？有五个手电筒吗？对啊，是巴拉西。你看我有手电筒啊，真的有。哎、欸，有五个手电筒哎、欸。手电筒 bug 吧，我刚拿不起来，然后就突然又出现在我手上了。那好想要好多十字架、喔，那等一下再来试试看。我们满地挂满十字架，看他怎么扎，看他怎么扎。哎、欸，那个门一直抖抖抖，你看，你是不是坏了？你坏了吗、欸？我的门是正常的。我坏了，你坏掉了、啊。哇，那呢？GG，好吗？他还在抖哎、欸，算了，我要走了。开灯了没？开了，不说而已。斧头在二楼，左手边。你会分左右吗？嗯，他奶的左手边。你跟他说，你告诉我他奶的左手边。哇，奶奶的这么凶啊、哦！左手边，真的很凶哎、欸，欢姐。怎么可能？哎、欸，拜托你，我在。我在实况上我也不会，对，你在实况上没有，但是在别人的实况上我就不知道。也不会好不好？私底下才会好不好？你私底下的人啊，私底下我才会骂脏话。同时拿东西的 bug 还没收好，就靠我们快去测试室。对，我们再去一起拿十字架 ，Go！ 对 ，Go！ 我找到了，负二，负零点二。哎，不用，这里有，这里有，就口，这里有。一下，等一下，我手是满的。哎、欸，哦，就之前讲的同时拿那个 哦，你说上来右手边，左手边到底吗？好了好了，然后我找到我找到鬼方了，哎、欸，不行，会有延迟，应该要那个我们喊呐、啊，好，你们喊，一二三，等一下，我呛到了，呛死了啦。
那个厨房里面这扇门。嗯。请。我丢一个 EF 在外面。哦。我想要一二三。好，预备，三的时候就按哦。好，预备。干嘛？三你们按了是不是？来来，准备喽！预备备，一、二、三。我没有。好了，那可能你有吗？那比天河还难啊！快点啊！我丢回去了，给他算了啦。快点啊！找鬼房了啦。他不是说在里面吗？对啊，灯也开一下。厨房什么啊，狗？你在这里吗？里面，女人里面。A 什么？是你 A 吗？你在这里吗？你在这里吗？啊，好好笑哦！给我个信号。哎，他查我，你要不要进来？你在这里吗？你们妹子真的害怕你们嘞、欸！啊，我又给你进去。我做猪是应该是六芒星、五芒星吧？我等下去找。Are you here？ 我先帮他们。那边的五芒星在哪里啊？在二楼右边。Are you here？ 我刚才有过去看过，好像没有。哎、欸，他一直吓谁啊？那诅咒娃娃是在那个床上，你有看吗？进来，救口进来。我在你旁边了，Give me a sign。他不插我。事情好吵、哦。韩文，我刮。有韩文哦，有在哪边的厨房、啊冷冷？一楼吧。哦，那我去有看。还有什么啊？我可以玩。莉迪家吗？不是变态了，没了啦。野羊恭维吗？上面。好，留个信号。二三。哦，二楼，对不起。因为我拿到。给我一个信号。在哪？这里。你在这里吗？有吗？没有。哎、欸，我手上有，你呢？你捡起地上的白纸。可是我刚看你手也有拿一个、欸，哎，白痴啊、喔！完了，是我坏掉了，我知道这游戏坏掉了。好好玩了，这个好好玩了，我们可以一直。你要不要拿支架啦？我拿。二楼没有，所以应该是八音盒。八音盒不可能啊！我看过啊，八音盒在一楼楼梯那口啊。还是镜子啊？镜子也不可能。镜子也没有啊。没有什么？塔罗牌在餐桌上啊，没有啊。嗯。为什么我刚刚听到一个口哨声？哦，光遇啊，你想玩吗？不要。光遇，他会吹我，他会一直吹我口哨吗？那我就玩。我可以啊。但是我眼皮啊。眼皮啊吧。对啊，我只是眼皮啊。我去看一下。啊，好好笑哦！你是说五级吗？我刚才说刺骨啊，五级没有啊。哦。关的？为什么？电闸爆了吧？电闸坏了。哦，我刚好开太多的。开了。挡猎杀了，挡猎杀了。哦，这么凶！你们在车上玩一二三玩那么久，为什么要嫌弃我们？温一昭，我没嫌啊。我说，哎、欸，他踩盐了。我们先去吃药。哎、欸，有脚印吗？有，我拍过了。哦。他刚在我面前踩的脚印没有烟，不没有没有烟。你先把点阵关掉啊！我刚刚拿起来照没有。哦，照没有，坏掉了。你们有带蜡烛上去了吗？啥？你们有带那个蜡烛吗？有灵球。韩文灵球。有韩文呢、欸。有灵魂哦。我嘴巴在痛，我嘴巴在痛，所以我要吸气。还是你喜欢听另外的声音？
看一下哦，有什么可以玩？笔记啊，找指纹，找指纹，找东西。好，烧灵就你了，没有烧灵，好。然后这东西都先关在烧灵身上。对啊。这具体要拿紫光灯才照得到。几？二？还附近吗？没有，没叫。有逼一下，你靠近那个。他突袭了。没有，我说我现在没叫啊。给我叫。看到什么？他吹蜡烛了。对。他吹蜡烛。哎、欸、哎，叫。哎、欸，是不是不是？哎、欸，指纹指纹指纹啊！指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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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魔，再拍一个互动，完美。在鬼区使用圣木，赶快过来啊！啊，我应该把，我带圣木过去了，去吧。为什么你知道寒魔？另外一个是什么？哦，灵球。灵球。对不起，我道歉了，我道歉了，不要生气哦。没有人生气啊，我不会生气。我说番茄啦，不要生气哦、喔。我干嘛生气啊？我对你那么好，拿去圣木。靠腰不是你哦、喔。哈？等一下，我要拍。哎、欸，啊，怎么没拍？没照片？啊，我的相机怎么没了？拍门，拍门，拍门，没有互动。等一下，指纹。再拍，再拍，再拍。互动。好的。嗯。闪灯。哎、欸，闪灯。闪灯？没空啦、啊，等一下。有吗？你帮我看一下。再给你一台。有了，走吧。有了、哦，好。现在拍照片了。走了，走了，走了。你要拍哦？不要。你要交？对啊。门。就是我在走进去说我要拍照，就是我要交了。嗯，好了，差不多可以装房子了。这已经是装房子了。当然不是啊。离婚？韩毛？韩毛？韩毛？韩呢？真韩。韩喽。安吗？什么？小玉，小玉，我没有吗？没有啊，我问你哦，残酷二选一，学校跟监狱，你选一个。那女仆装跟女装，你选一个。女装，你选一个。为什么变得反残酷二选一呀、啊？不是吗？我回你，我回答你学校。那你回答我了，我都不要，还有押韵呢。我回答你学校，你回答我都不要。我晚点要去把 FB 的好友加一加。为什么？我最近就是在光遇社群那边呢、啊。然后就是我那时候其实跟他们说，目前没有意愿想加好友。我就看到一个说什么从什么六年前就有在追的，想要加，说嗯，番茄啦，你钥匙拿了没？他可能在看你哦、喔，我是三地鼠哦、喔，我就看到一个钥匙，帮我拿一下。你那这个拿的话要女仆装、喔、还是女洋装？我手要靠近钥匙了哦、喔。你怎么那头戴式摄影机？头戴式，你顺便拿。哦，对，选一个，这是女装，这是洋装，这是哦，你选的是洋装，好。我自由机不能打字。我自由机不能打字。发给你的乌龙好了。可以不要兔女郎装吗？可以不要侮辱我的兔女郎装吗？你的兔女郎装，所以你穿呢？嗯，你再想一次。对不起。我要回车上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腿有点瘸，等一下我要回去。呀，你回来！那我陪你一起待在车上。我们脚一起烂，我们脚一起烂掉了。不好意思，我们失去行动能力了。我是兔窝酸双残。
他断的是右脚，断是左脚。我们是那个两人三角，我们是两人两脚。两人两脚。那你们两人三角跳出来不就好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没有，我们绑的是同一只脚啊。阿且我又心碎了，这是这今天的第五次。不止了吧？I re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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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lly like you. 哇，原来是音滚的。诅咒之我没有。为什么桌上会有一个腌黄瓜？会啊，会有啊。那腌黄瓜看起来就很不好吃。真的？你吃过？没有哎、欸。我吃过腌黄瓜，但是没看过那么。吃过，对，你吃过的腌黄瓜。嗯，这什么东西？他是装没听到还是？我觉得他在敷衍我。对啊，他敷衍我们。算了。可是我找到鬼房了，我要敷衍你们吗？好啊，你去啊，都给你啊，都给你啊，邀功都给你啊，都给你啊，给你做。你在干嘛啦？哎、欸，笑好像脸颊很痛。笑到很痛吗？他找到你，然后就不告诉我们、欸。你在这里吗？I'm close， 他很近，他在这里。很近 ，I'm close。他在哪里？里面第一间，二楼第一间。很常出现那一间。二楼第一间，第一间你进去看到的那一间。哇，你们带了好多东西来啊！哇，都我啦，都我啦，都是我啦。厕所哎、欸嗯，不是啦，左边第一间房间呢、啊？二楼哎、欸，这间吗？对。你怎么刚回我了？你怎么把我的哦？没事，你拿走，你拿走。我把点灯带走。对，我想说那放在那边，你们比较好看到东西。要算你们有手电筒，没差没差，没关系没关系。你拿，不拿。啊，当自己家玩累了就睡啊。然后睡在鬼房，好恐怖、哦。不会啊，很凉哎、欸。我再帮你放回去吗？不用啊，不用不用不用，你拿过去，我点灯也拿了新的点灯过去了。你不要这样子，你这样我很为难。我放了。我放了，放什么？啊！你出来干嘛？你出来干嘛？有相机都有，都有、哦，都在这，都在这，干嘛？现身，可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有笔记本吗？相机，我打烟了，相机都有，相机找不到，快点地毯上找一下，滑一下。看到了，采烟了吗？番茄。你想喝什么？二七，二七。这个角度能看到什么？叫我喝气的话，很容易跟角度能看到什么？汗毛吧？怎么了？汗毛啊？怎么了？还有没有猫毛啊？以前有养过猫。可不可以帮我把？啊？可不可以帮我把摄影机？那个摄影机你们还没拿去架啦？哪里？我拿，我受不了了！哪一间？小鱼快疯了！左边第一间。左边哦，你是说小仓库哦？对，洗衣房这里。啊，诅咒之物找到了吗？没有。好，我去。要不要去三楼看一下梦魔法阵？地球。先看看诅咒娃娃嘛。没有。好，他这次没有合体。没有哎、欸。还是在另外一边，没有，有五芒星。那就是镜子、音乐盒。你好聪明哦！谢谢。怎么那么聪明啊，番茄？你可以上幼稚园了哎、欸。对。你可以穿女装了。然后幼稚园就这种排除法，是不是？嗯嗯。啾啾乘法表啊。336啊，336 336 336 336 你在里面开你在开麦跟他讲话啊、喔、没有啊，没看到、欸、小鱼魔镜哎、欸、哦没事，过来，但玩门啊，番茄他玩门，玩哪边？不知道在哪玩，不知道，听起来是外面的，真的假的？欢迎北京，是我看到灵球是在走廊的、欸，走廊吗？有可能在走廊。那我把那个搬出来喽，关灯。
来看一下。找不到，找不到温度计。在走廊，在走廊的，领头在走廊的。洗衣机上面，洗衣机上面。好的，好的。你怎么什么都丢上面？啊，就是喜欢这样啊。看得到不是吗？你是第一。没有啊，我们不会看地上，我们只会看地上。我打电话，隔壁，隔壁，隔壁，我来了，我来了。这个。啊，楼梯下面这边吗？丢一个。等一下我去把楼下的那个拿上来。哦，非得还有自己来摆哦。小鱼哦。干嘛？我腿很残呢、欸，等一下啦。我帮你呼呼啊。那个是照妖镜吗？对啊，怎么了？啊，背面好木头。啊，不然要什么金属的？我以为他会就是跟他框面同一个材质做的那种。小鱼这边可以吗？另外一台。嗯，可以。哎、欸，那这样子嘞，给我一个信号。啊、什么东西都带、你们有讲过了哈？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讲过了，没关系啊，你可以问他在哪里、啊。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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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番茄会生气。对他玩的。他玩什么？他玩的门是这个吗？来啊，来找、啊。我们没有凉凉，对不对？没有。谁在扒啦？烦死了！开台、欸，欸、骨头哎、欸，好扯哦、喔，好细哦、喔。所以我们现在有什么证据？就只有通灵。通灵盒。灵球。啊，灵球。通灵球。梦魇跟妖怪。怨灵嘞。嗯。你总没有凉凉啊。哦。好吧，没有凉凉。妖怪玩东西，现身吧。他对人类的声音感兴趣，靠腰哦。猎杀你靠哭啊！猎杀猎杀猎杀！是，那我怎么没关门？不是哎、欸，是哎、欸，你又死了吗？他没关门呢，我刚才走进来。不是关门的猎杀啦，死人的吧？我好厉害哦，三星鬼照片呢、欸？这是替身攻击，游戏到底对我有什么仇啊？不是，拿着那个智障，我怎么感觉都是猎杀？然后你自己帮我来挡刀哎、欸，谢谢你。没有，我很谢谢你，我真的很谢谢你。我拍完照片，我马上跑，你就死了。没有，就最主要的是我刚才从门那边进来，然后你就跟我说猎杀，我想说不太可能，你就进来了啊。啊，通常不是先猎杀才会关门吗？是吗？还是先关门再猎杀、啊？先猎杀才关门呢、啊。太难关。哦，原来药都丢进去了。那刚刚直直往你那里冲哎、欸。对啊，他从楼梯口哎、欸，他那时候出生在那个楼梯上去就在那边。那我听到妖怪吧？我听到声音啊，对啊，而且你是说给我个信号，听到声音他才猎杀的。没有，我叫他先生吧。先生。好像是，我把番茄玩死掉了，对不起。没关系。浪子鬼吹蜡烛还没完成，好，对。所以我们现在只要看点阵跟笔吗？嗯。药都在里面呢、欸，我理智是零呢、欸。你在入口而已啊，你去捡啊。在入口处而已，魔镜旁边。好，够了啦！你还有番茄尸体陪你。哇，我自己放在中央哎、欸。我还要再拍他一张，所以他有两张三星的赞赞照片。你说什么？笔记跟什么？为什么是眼？不是笔记跟点阵。哦，点阵哦，笔记。笔记是谁？点阵是谁？笔记是梦魇，点阵是妖怪。那就番茄进去看笔记啊，我们在车上看点阵啊。我正在看啊，哦，原来我的用途是这个，是不是？好好好，那我把笔记，哦，算了，不用不用不用，他一定会。哪里？可是他楼上一直吵哎、欸。对啊。这是里面的。是点阵吗？哎、欸，我卡在番茄站在那里哎、欸。
我没有啊，我这场都是各种 bug 哎、欸，天哪、啊！完了，我画面是整个黑，不是就是不是也不是黑，就是还没放点阵之前的画面。看来只能、啊、动了，动了，动了，有了，有了，有了。来，再换一个画面，再换一个，再换。好、啊，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我可以一起看点阵，一起来当安保吗？嗯，然后小翘翘玩滑炉死你第一次完全没在洗、欸、番茄我可以剪出来剪什么嗯剪什么猎杀猎杀没有没有啊靠没关系啊你没关系啊你要剪他生气了他真的生气了他生气了他生气了心碎第六次有番茄生气了什么一六四心碎第六次哦没有 EF， 没有点灯，没有点灯，没有指纹。嗯、欸，他打电话、欸，然后嘞，接啊，我接不了啊。难道你觉得我们接得了吗？好像也是。你现在跟他慈祥是最相通的、欸。对啊，你要知道、欸，他一响，我们要从车里面冲到。你想想，你从一楼冲到三楼尿尿。嗯。好。难怪你家鹦鹉会咬你脚，哎、嗯，欸、你平时互动的真的很少吗？我本来就没有说喜欢我家，哦、我因为我只架了这个在走廊哦，我有架一个在那个，另外一个在那个角落这里，可是没看到灵球了，对不对？对不对？灵球不见了。嗯，可是我们没有凉凉。换地方了吗？那小鱼我听说他刚才在这边打电话、欸，应该是还没换呢。可是没有灵没有灵球了哎、欸。那我拿个摄影机进去看。哎、欸，干嘛？他吹蜡烛，吹蜡烛。为什么身上还有蜡烛在里面呢、啊嗯？没有，他自己洗的，我点的啊。怎么了？我不能点蜡烛。你什么时候偷点的？他死掉之后。哦，献祭，我懂的。欸，也没有欸，他死掉之前，哦、我就放了。两本来都还没有显示。欸，他在动哦。我就是你猜到那个。没有欸，厕所没有。嗯，我上去咯。这边再放一个好了。还是要看魔镜啊。我理智不行看。我看。我二十几而已吧，刚刚。我说小鱼啦。欸欸。夜杀，各位再见。是啦，好哭啊！没有可以啊，你龟缸的夜杀应该再见啦。可以啊，龟缸诶。他从角落啊！啊，真的死了，欸、真的死了，真的死了，真的死了！关门了。好吵。不行，好大！我卡住了，我卡住了，我卡住了，不行了！哇！再见了，可以拍我了，有多钱哦？我去找相机。车上没有，车上有啊，丢给我，谢谢。他是从楼梯来的耶，因为他跟着你走的。对啊，感觉。你看一下，那你还是不要看好了。走了啦，走了啦，走了啦。你猜什么、啊？我猜什么？我觉得点阵看那么久没有。通灵盒我们也叫了老半天也没有。通灵盒有啊。没有通灵盒我有啊，我一开始就。啊、哦有。哈哈，我番茄哦，第七次了。哦、
笔记摆那么久也没有，那就剩下怨灵了。啊，你猜怨灵哦？怨灵？为什么？泥鳅不是有吗？有灵球啊？你是没有冷冷的、啊？没有冷冷啊？对。还是你现在在下面很冷？你要讲啊？那我现在是蛮冷的。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哎、欸，这很难猜哦。梦是没有的话，那我你又不可能、啊。哎、欸，温玉，我又放了一个，我在死掉之前有放那个。你死掉？我要怎么把头上的拿下来？不对，不是。嗯，这么想死、哦？我在。我要怎么把头上那个拿下来？欸、拿不下来、哦。再点一次推荐，再点一次，可以的，可以的，可以有，可以的，他之后有改啦。左键，左键或 F 啊，选一个嘛。F， 我多加了一台哎、欸，这个吗？我刚刚看的那一台。哦，对，对，这一台你刚刚把它传走了。他在玩什么？你说番茄在玩什么？他在卖萌啊。我没有卖萌啊。你要知道，他这两天我们讲的话，他其实就是紧张到没有在听。他其实很紧张，还是怎样？一台一直跟我说：“哎、欸，小鱼，你知道吗？禁猎杀是低于五十，不是低于四十。”我说：“我一直都知道啊。”我一直以为是低于四十，没有。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了，不然我怎么说低于五十？低于五十？我以为你低于五十，想要提醒我们快四十。没有啊，谁要提醒你们啊？嗯、我们随便猜吧。好啊。嗯，点阵看不到，对不对？我猜笔记，我是猜笔记，梦魇吧。那现在开始狂动哎、欸！我猜，我也猜笔记，因为我觉得想想是笔记比较可。对啊，哎、欸，没事，对不起。我们还是关门了。不做之物吗？哦，有镜子，没事啊。去看镜子，小鱼去看镜子，看他到底在哪里，看一下就出来。来了，看到小鱼的高光时刻了，从雾里面走出来那个女人，用蹲的走。他在房间，房间对不对？嗯。啊，那个啦，走廊到底有？嗯，完全找错方向了。嗯，他应该有换呢、啊，还是那时候灵球其实是看到外面的雪？不是。好啊，走啊。好了，走了。Hello。走吧。和尚一直在外面玩的耶，现在。嗯，是两个人的。对啊。你们还想我下次要带着蜡烛走进去？不是，我下次要带着蜡烛走进去了。你说家里字哦。对啊，我现在就是一个低能、啊。没有，那时候其实就是玩法，就是一个人拿着蜡烛，一个人的那个。梦魇。哎、欸，猜对了吗？还是什么？梦魇啊，猜对了。对啊，就是一个人拿蜡烛，拿一个温度计，一个大神功，这样子维持理智。那个是不是在我们去学校的时候就要这样用？其实是这样子的、啊。准备，准备，准备，耶嘿，最后一场咯。这么快就十二点了，对呀，我很开心啊。还好哎、欸，十二点我就去睡觉，我觉得突然间觉得睡觉好浪费时间，对不对？我其实之前不爱睡觉，对啊，我真的觉得睡觉很浪费时间，然后睡觉又做噩梦，烦死，然后又不得不睡，哎，不是大夜班吗？小雨明天休息哦，礼拜三哦，对，放假。啊、哦，所以这张是什么？小房子，地下室哦。嗯，不然等一下我们可以玩一场大富翁给他们看，他们不是想看我们玩大富翁吗？玩什么大富翁？大富翁死哦，要很久哎、欸。对啊，那一场要很久哎、欸，我之前玩的快速炸弹模式啊，一样也很久好不好？你当好吧？我那时候以为玩很快。然后剩下三十分钟，随便玩一下，玩一玩，玩到一个小时多，我们直接全部游戏关掉。对啊，要玩的话，改天再找一天再玩就好了。现在玩太晚了。谁在拍照？谁在拍我？没礼貌。
哇，你长得跟地板一样哎，一样正，一样方，一样平。哎、欸，真重、欸！你脸上还被画哎、欸。干嘛？不能卡住。干嘛啦？不乖。哎、欸，回温了吗？回温了。你要开灯才回温吗？车库0.9哦。哭出来。地底下是不是车库？2.8，现在还在2.8，3.4，是吗？骨头在车库啊，佛西。0.9。还是我的坏掉？没有，你的非常正常。嗯？要玩铁柜。先拍。按。铁柜哪里有铁柜、啊？互动。好，没指纹。车库。没有指纹。应该。他还玩。不知道，我啦，我关了，我关了，我关了。哦，好。还在车。二级。对。哎、欸，他钢琴这哎、欸，天哪、啊！我在哪里？外面啊。你想要？就刚刚是真的，他弹钢琴，我跟着弹。我想不对啊，你们都出去了。换个灯啊！在哪里？在哪里？哎、欸，小。Give me a sign. Are you here? Give me a sign. Are you here? Are you here? Give me a sign. 你不理我，进来呗。Are you here? Give me a sign. Are you here? Give me a sign. 不理我。哎呦那个雷啊！哎呦那个雷啊！哎呦啊！那应该有零，应该喽。哎，我拿个这个跟哇，少掉一个生物，靠腰。我的打火机啦，丢出去不见了！完蛋了！他们在烧车，他们在烧，烧一个十元的赖打，他们在烧车。找到了，诅咒之物是什么？魔法阵。啊？骨头是不是没找到？没找到。找到了，在车库。啊看照片，我什么不看？给我个信号。你也没看，你就问诅咒植物，你好意思说？你在这里吗？给我个信号。你在这里吗？不回我。你不采言呢？哎、欸，他玩柜子、欸。我没自拍的。就只有互动而已。没有指纹。Give me a sign. How old are you? 没。How old are you? 小印，小印。Where are you? Where are you? Give me a sign. 你再出去一点，出去一点。Give me a sign. 有，通灵盒。通灵盒。我黑黑啊，看不到。你去吃药。有灵球吗？哎、欸，有点阵，有点阵。好的，妖怪魅影。哎、欸，先生。哎、欸，不要，我没有拿相机啦。哦哟，你等一下啦。啊，我忘记要降低平均值了，算了。每次都我把相机放下来的时候现身，我真的是很委屈哎、欸。呀、啊，冲你冲超快的、欸。嗯。又现身。我觉得是灵球哎、欸。幻影吧，妖怪吧，没看到影球。那幻影是不是就是不好找到那个啊？指纹之类的那个。拍照它会消失。
它会让周围的人感到恐惧，用通灵板容易找。啊，玩玩玩铁闸。那没有指纹啊，这个啊。嗯，对，玩那个。没有。哎、欸，先生。玩。先生。啊！互动。拍到互动。我先走，我没有带。哎、欸，等下指纹。有吗？有哎、欸。好了，找到了，找到了。所以是指纹跟什么？通灵盒。嗯，还有点灯。点灯。哦，好了。欢迎。好哎、欸，十二点了。那、啊、我要先做，我要先做一件事。做什么事？相机给我，相机给我。我们要解任务哦。我要解一下，不解我不解我今天不能哦，安静睡觉。你去找个五芒星的任务去拍啊，在想啥？我记得这场不就五芒星吗？哦，对耶。你有带那个头戴式给我们看吗？没有。哦啊、那么想看哦？他只想到他。想看他。又不开台。欸、这时间开我网络会受不了，太多人在用网络。嗯，会受不了。我的荧幕又坏掉了。等一下、啊。你带了吗？番茄。我带了、啊，看得到吗？好了吗？好晕，好电吗？都在干嘛？有没有？来发出少女的叫声吧，番茄。哎、欸，他是不是消失？哦，没事，已经找到证据了。五秒哦，快点！对，番茄继续跑，继续跑，你关灯，关灯。你现在对对，直走，直走。旁边有个衣橱柜嘞，而且很紧张耶，感受出来吗？对啊，他上楼了。为什么他不躲衣橱里面？我不知道头戴式摄影机算不算是3C 产品？不算。你怎么知道？我上次好像有看到，他说头戴式那种不能关的不算。哦，好奇怪，那所以打火机算吗？电子打火机为什么他不拍照？他有吧？他有拍吧？他有拍啊！你不要误会他。有拍啊！他又要走上楼了。好了好了，番茄。我算成功了。我们再挑战一次，来。没了吧？没了、啊，他只能点一次啊。我可以再找一次。可以帮我吃个？不要啊！几刀下摆。那请问你要着哪一个？我们有四罐衣服。什么叫四罐衣服？有女仆、洋装、JK， 还有泳衣、不水。我比这就很灵了，一定灵的吧？你都点了还不灵？点一次是减六趴，哎，减这么高，我刚才吃过心脑丸素。你们真的还要减25啊、嗯？不要了，不要了。我想说，我今晚掉了。我已经换掉两个圣木了呢。走吧。Go， 讲好了哈。讲好了。关门喽。本色萝莉。啊。关门喽。其实你的观众也很喜欢呢。嗯。嗯。什么你？喜欢你穿女装啊。嗯。你看伊登。他是计划我穿女装的那一位，好吗？哦，他是计划哦。礼服或洋装我可以提供。快点，温柔温柔。啊，要不要温柔？忽高下高。按错。嗯哼。按到全部了。礼服或洋装我都可以提供。伊登，放下你的大胆的想法。你可是16%，不是6%哎、欸。哦，一个是16%哦。我谁知道、哦？我认识的婚纱店不是
婚纱店不要。一跟零的区别而已。我要先选看。嗯。雷鬼。欸，魔法阵啊，这里。欸，那换我玩，换我玩，换我玩。他是直接进入猎杀，你确定？门会关吗？会。点完门直接关哦，还是没有时间跑？嗯，没有时间点完门直接关。哦，那我来，那我来，那我来。你来干嘛？我来拆恶魔啊，干嘛？我马上把我肌肉收起来，你知道吗？我拆幽灵。帮我顶一下。不要再火烧车啊！你都烧几台车了？好好好好。我扯哦。让鬼吹熄蜡烛。小雨，来吧。在鬼的附近使用圣没了啦，圣木用光了啦。你去。我。我难得那么大胆，有没有？我手还不能吃。走吧，因为你满的啊，满的就不能吃药了。还有这个防呆功能，要送他。你去点一个蜡烛就可以吃了。你们选好了吗？好了，选好了。好嘞。幽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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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幽灵。我知道啊，但是。如果会关门的话，就来不及啊！已经不是虚浮的距离了。哎、欸，幽灵哎！哇，他第一次猜对哎！可以穿女装了，冬雨。你说谢谢是不是？是，谢谢，谢谢。我说不行，可以穿女装了。哎、欸，跟鬼互动哦，没事，有没有呢？好啦。哎、欸，等一下我。解了拍鬼照片呢、欸？嗯，那我也解了。欸、为什么？我拍还是拍鬼照片算全体啊？哎呦，谢谢番茄大大。讲啥？我有拍好不好？谢谢死掉的那个。谢谢两位大大，谢谢两位大大 carry 我哈，感恩感恩感恩祈福。他们都赚了25块的零用钱。对啊，可以再多买几个打火机了。我们再买打火机，买那个两，可以买两个半的打火机。对，嗯，我来看看 Steam 还有什么游戏。好啦，感谢各位。那没有要加班，没有要开台啦，没有要大夜啦，先这样啦。感谢各位，休息了，休息了。还有影片要剪。好啦，大家晚安。账号正在整合中，请耐心等待。好，晚安晚安。我等一下光遇再跑一下吧。啊，对，我要加光遇好友。晚安晚安晚安。晚安